吕家庄夜市的炒饭，我们看一下啊。哇，老板这是划锅，非常有仪式啊。哇，干干净净的一口锅，哇油，哇这样一份炒饭非常有仪式感啊。好，重新加油，加入这个公鸡蛋，兄弟有。好，鸡蛋打散。8块。老板很忙碌啊。好，来上这个肉，再加上这个火腿，哇，洋葱、胡萝卜，然后豆芽包菜，哇，半锅菜啊，量非常的大。烟火气非常的旺，我们可以看到这周边全是火，全是烟。好，现在加调料，盐、味精、鸡精、胡椒粉。现在是在吕家庄夜市啊，下着蒙蒙细雨，老板到后面去拿饭去了，上一份炒饭，锅里边会不会糊呢？炒饭，老板不停地翻着锅啊，不管多忙，绝对哇！老板来一个神奇的开瓶仪式啊，太牛了！不耽误炒啊，不管多忙，每一份饭都要翻炒101下，加了酱油是吧？酱油，哇，每一个饭粒都要给它打散。蓝火苗炒出来的饭更香。哇，老板的臂力非常的强啊。不停的这样翻炒，每一份饭绝对不代谢每一个顾客。哇，这样一份饭非常的均匀啊，我在这闻着香气非常的浓。这是一份现场常吃的顾客。